这样一来，不管你是个人或是公司，就可以把你的预算。你就可以把你的钱花在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广告。这样一来，不管你是个人或是公司，你就可以把你的钱花在广告行销上面。
那你可能想说，为什么我要免费拍摄？那你可能在想，为什么免费拍摄？这是不是诈骗集团 ？No no no。那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会有免费拍摄？这个你说我会？那你可能在想，这可能是？那你可能在想，这会不会是诈骗集团 ？Jesus Christ！ 那你可能在想，什么免费拍摄？这会不会是诈骗集团？那你可能会想，那你可能在想什么？免费拍摄，这可能是诈骗集团。那你可能在想，这免费拍摄，这会不会是诈骗集团啊？那你可能在想，免费拍摄，这会不会是诈骗集团啊？那你可能在想。免费拍摄，这会不会是诈骗集团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啊！我在想说，有什么事情是出了社会？做不了的事，就是我现在不做，未来没有办法办到，或者是会后悔的事情。我现在有时间，有经验，当然不是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们当然不是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是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？当然不是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有什么事情是出了社会做不了，或是出了社会我现在不做我会后悔的事情，那就是免费拍摄啦。我现在有资源、有时间、有经验，通通都有。当然不是。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一直在想说，我有什么事情是出了社会没有办法做，或是出了社会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一直在想说，我有什么事情是出了社会做不了，或是我现在不做，我未来会后悔的事情，那就是免费拍摄啊。那现在不冲一波，
就没有机会冲一波了。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一直在想说，我有什么事情是除了社会做不了，或者是我现在不做，未来会后悔耶？那就是免费拍摄啦。现在我有资源，我有时间，我有经验，通通都有。现在不冲一波，未来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我有一个